今天是2020年5月24号，我正要使用自助加油。这台自助加油机它是24小时的，现在应该每一台都是24小时。首先，你来到加油机荧幕前面，它会荧幕上会显示左侧、右侧。因为我的机车是放在右边，我要在右侧加油，所以我荧幕就直接按右侧。请选择付款方式。然后它会出现现金自助或信用卡自助。如果要现金的话，右下方这边有一个纸钞投入口，它可以投入100块、500块跟1000块。如果信用卡的话，感应的就是在上面这边感应，晶片卡就从这边下面插进去。要注意，就是它只能用感应跟晶片，只有磁条的信用卡它是不接受的。然后我就按信用卡自助。请将信用卡晶片向上朝旋插入卡机，或将卡片放置感应区。我把它感应的，把它放在感应区。银行连线处理中，请稍后。请取回信用卡。然后取回信用卡。请选择油品种类。我要加92，所以按92。请扫描电子发票载具条码或捐赠单位爱心码。因为我不需要那个，就会按确认下一步。加油机已授权，请举油箱开始加油。我现在要来举油箱了。我就举92的油枪，举起来，你要看有没有归零。现在归零了，92现在是每公升是9.1。然后加油盖要把它打开，啊，我要开始加油了。加这样就差不多了，不然等一下会满了。加好了，然后加油枪要放好。我把加油盖把它关起来，然后现在可以看到加我的油价总价42块，然后再到这边。右侧加油完成就按加油完成，现在就开始要跑发票。发票已经跑出来了，刚加油总价42块，现在发票40块，有省2块，这样就加油完成了。